7月15日，时尚杂志 Marie Claire 发布了 BLACKPINK 成员 Lisa 的最新照片。画报中， Lisa 通过貂皮大衣营造出奢华氛围，她以休闲健康的时尚吸引了观众的眼球。此外， Lisa 还接受了 Marie Claire 的采访。在谈话中， Lisa 谈到了她的童年时光以及她作为练习生的感受。出道前， Lisa 只是一个爱唱歌跳舞的普通泰国女孩。后来， Lisa 意识到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，因此在2010年，他参加了 YG 的全球选秀，并进入了 K-pop 行业。当被问及是否有信心出道时， Lisa 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感受：我有信心出道，虽然没有确切的出道日期，会很难，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梦想会实现。那时我很依赖成员们，正如 Lisa 所预料的那样，她最终作为 BLACKPINK 成员出道。她现在的生活很完美，但 Lisa 说将来想展示更多的东西。当被问及对十年后生活的想象时， Lisa 回答说，十年后我应该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了吧，我也不确定，心里有几个地方很想去，或许我会成为一名摄影师，我想我应该快乐的生活，和妈妈一起玩得开心。爱豆韩舍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